我是月儿。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今天我没有说完呢，我的名字现在变长了。你怎么变成 Summer 夏天了？因为我是夏天，但是还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好的，好了，欢迎我们的 Summer 夏天。不仅如此呢，我们今天请到一位日本朋友，让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はじめまして。私の名前はトベベです。はじめまして。加油，トベベです。私はピエールです。私は夏天です。我是夏。夏。Yes. Yeah. 好了，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游戏吧。OK。首先呢，大家是不是看到Summer 家鱼塘被我承包了？然后呢，就是如果你看过蜡笔小新或者看过樱桃小丸子，你应该对这个鱼塘都不陌生。因为呢，我们一会儿要用纸做的漏斗来捕捞鱼，然后我们三个就要比赛，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到的最多。如果谁捞最多谁就赢了，如果谁最少的话就要接受惩罚。OK， 来给大家金魚すくい。金魚すくい。金魚すくい。すくい。OK，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玩这个金魚すくい。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好不好？我们呢，首先要在三分钟之内。你不要翻译，三分钟之内。We play game。三分。然后用我们这个 King Girl Squee 这个纸，对，这个纸做的网，然后用来捞这些球球。然后呢，捞出来之后，把它放到自己的碗里面。最后谁碗里的球比较多，谁就赢了。OK。但是这里面球很小哎。没关系，当然作为小能手，月儿呢准备了100条鱼来。哇 ，King Yo， 去游泳吧，小鱼们。King Yo， 金鱼。现在觉得够了吗 ？Ready go go！ 哇，我第一次用这种纸来捞哎。感觉好多水哦！哇，赶紧换一只，我已经烂了。就是要烂了 ！Oh my god！ 啊啊 ！Oh no！ Oh no！ 我又坏了一个，这个太快坏了。月儿，你知道吗？第一轮每个人只有五个，早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子。不行，月儿已经把它捞完了。Love you。十小鱼，小鱼。四、三、二、一，时间到。时间到了。哇，你好多。来吧，一起来。1、2、3、4、5、6、7、8。37、38、39。耶！第一局月儿胜，好吧，第一局就算你胜了。好，你是不是很不服气？你画了几个纸？我五个全就烂了。我画了四个，我五个已经全部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下一局呢？因为下一局不是有五个嘛，所以我和托贝贝，托贝贝有六个，一人就只剩五个啦。OK， 而且我们下次呢要难度升级了，你知道吗？是，比如说我们这里还有奇趣蛋，所以我们要捞蛋。如果捞蛋的话，一个顶五个 ，OK。好，蛋的话一个顶五个，还有我们这里还有这种是金鱼糖 goldfish jelly。Do you want to try? Yeah。
长得是墨鱼的形状，鱼的形状哦，可爱的。嗯嗯 ，good。计时一分钟 ，yeah，let's go。哇，我的蛋，我的蛋。俩蛋，Big X， Oh no， Big X， Where's my X？ 又坏了，居然真的是这个，还是这个捞捞金鱼的这个游戏上真的是。16 17 17你该扔了。18 19 20 21 22 OK， 我又赢了。Oh no！ 哦，我又赢了305个球。天哪！耶！这个游戏没法玩下去了。那今天还是月儿胜了这个游戏。哎，我的皇冠去哪了？没有皇冠，今天我们有对月儿有奖励。虽然我们刚才说输的人有惩罚，但是因为我和他都输了，两个人很难惩罚，对不对？对啊，所以罚你们吹这个，所以给你奖励，你知道吗 ？OK， 什么？奖励你到游泳池里面去。可以进去吗？对啊，我进去了。啊 ，OK， 那我进去了。你进去吧，快点，快点。欢迎来到水上乐园。如果觉得有趣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还有扫描下方二维码，会有更多精彩的林可家族日常生活等着你呀！马丹尼，马丹尼，马丹尼，拜拜，拜拜！哇 ，I teach you Chinese， 再见。